那所以你要知道那个音乐别管，就是这只狗狗的脚步声，所以现在注意的是狗狗脚步声。等一下，这题有点难。一样说，选项一就是他们直接可能室内找一只狗狗或动物这样子去录动物的脚步声，只要是动物的脚步声都算数，都算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他们可能不是录动物脚步声，但是他们去模拟，所以就是用相似的做法一样嘛，就像我刚才讲的脚步声，然后他们可能去模拟什么脚步声。第三就是也是很奇怪的做法，例如说刚刚你听见的雨声，结果根本是尖培根那种，很明显就是根本不一样。我得说答案一定不是第一，因为我们家狗走路的时候，它的步伐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它有收到指甲声哎。你不要拍干嘛？你不要拍那张脸给我看，怕输的脸，跟我一起认真跟你讨论。对，我在认真。我觉得不可能是一，因为真正狗的声音呢，步伐没有这么重，要不然就是它把声音放大。那这个我选二吧，我觉得它一定是去拿什么东西这样擦擦擦擦。不是，我想起来三。有可能是什么东西拔黏放到黏土，然后弄出来的声音，嘣嘣嘣嘣。好，三就三吧。你确定哦？你不选二，你选三。那我们就一样，一次看到底。看这个狗狗到底是什么声音。所以是二。所以是二。所以它很有趣哦，它用什么呢？它用回纹针，然后。他不知道戴了一个什么特制的手套，他就把回纹针粘在每一只手的前面，然后就是轻轻的去碰。啊，回纹针真的很厉害，就是注重到这个细节，因为狗狗在走路的时候会有一个像他那个足踏声，然后再带一点点他们的指甲声音，就是他们指甲有剪过，还是会有，除非主人给他剪很短，那指甲声是我最喜欢听的。你知道我刚刚想到我为什么选三，我后来反悔是因为我在想有一个柱子在泥土里面，然后拔的声音有一种。没关系，反正这一题你没有得分。我这样错在狗。哦，前面全对。好，下一题。所以这是很简单，看到一个人在雪地中走路，那一样选项都差不多。第一个是可能人就真的去走。走在像就是很像雪地的这种材质的，的这种东西上面。第二个是他没有用人类走在相似材质脚步声上面，但是他也用类似的手法去达到这个目的。然后第三就是一样离开了我们想象中画面中看到那种脚步声的这种音效的概念，他可能用很特别的方式。我选二。他是用人的脚踏步去走，可是他的鞋子上面可能装了一堆有的没有的，因为那个一听就不是学生。我觉得学生要再松软一点，才学生要再松软一点，所以我选二。哦、，OK， 我了解。但是我先讲清楚，因为你这样一跟二可能会有一点模糊，我想确认你要选的是一还是二。一不是只有雪地而已，一包含他用别的相似的东西，但是他一样。跟画面一样，他也是用人去踩，这个是在一哦。那我猜一吧。好。Your ear hears snow, but in actuality, it's sand. 你答对了。他踩在一个就是有一个袋子，又有没有袋子的地方，然后他就会模拟有时候踩的雪是松松的，就像你讲的，但是有时候雪被踩得变紧的声音是用这个去模拟。那下一题。好可爱哦。所以就是小老鼠走路就一样嘛，第一个是他们就找这种小动物或者是就是老鼠，他们去录他们脚步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用类似的方式，有点类似刚刚狗狗那一题，他们用类似的方式模拟出他的脚步声。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用的那种概念跟方法就很不照常理逻辑的，是很特别，像培根那种。这题太难了。你现在有压力了？你我已经赢了吗？我选，没关系，你我选一好了，我选一好了。他们可能真的找类似的老鼠去搜吧，因为那么小，不对啊，可是要走在水泥地上哎。二，我没有原因，就觉得不是一。好，因为那个声音啊，我不知道，好吧，确定吗？乱选，我不想动它。
啊，好可爱哦 ，bamboo stick， 就是它是用那个竹筷，因为我在想怎么样可以动这么快。你是答对了呀，因为它算是模拟的。因为我就在想它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就是什么东西都这么快。原来它是直接手上各拿两根，然后刚好四只脚。我已经完全丧失我的战力了。你不可以这样。是要听哪一个水声吗？对，主要是那个人通过水的声音。选项一就是说，他也是想办法做出这种人在水里面，然后这样去滑嘛，去收这个声音。第二个就是走类似的做法，但是不完全一样，不完全跟画面看到一样。那第三就是想象不到的，应该有什么吹泡泡或是用吸管玩水的声音，这样算二对不对？没有，这样算三，因为那个原理完全不一样，就是不是人体或者是一个。那我选三吧。你选三。嗯。好。嗯。直接看下去。哦，所以是二。哦，对。我答错了。他就只是，现在居然你嚣张到居然开心自己答错，因为我不想再答对。最后一题。然后最后一题。哦，后面有个坐垫，不早说，来，你在前面。天哪！这个呢，我直接选。你有看到吗？那个头想象不到的三。哦，你就直接选。应该是打鼓声吧，因为人的头比较大，打下去的时候声音应该没有这么响。而且这样子也蛮危险的嘛，哦，就是。不能。所以如果你仍然认为是用敲的，这是二。但如果你已经觉得它有别的方式去制造出来的，这一定是用敲的。好，只是你觉得这不是敲头。等一下，可是我真的觉得这题很难选，因为有可能也可能是拿那种木筏布袋，然后在那边嘣嘣，还是敲的，好敲的，敲的。所以二。好。你还有自信？哦，是敲的吧？对啊。对啊。可是他刚拿什么？他拿衣服跟胶带。胶带。对，然后他衣服里面不知道可能包了一个是什么东西，他就用这个方式去制造出他想要的声音。那下一题哦，最后一题了，你要听的是那个人群的声音。那个一堆人吵闹的声音这样子。然后第一就是他就真的去录一堆人吵闹的声音，第二就是他去半模拟这个东西，但是不是完全说录一堆人吵闹声音。哦，这个是最难的耶。然后第三就是用很奇怪的方式，这题我放弃。放弃？我觉得这是一，但是又不太可能是一啊，要怎么样收那么多人？然后三的话，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用三，因为三的话，集气球吗？就可能怎么可能敲鼓啊？不是，是人，一定是东西。三，好，乱猜了。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the people working on the film were invited in. 既然是我声音想不到，因为真的很像人的声音，但是我怎么样就想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啊，好浪费成本啊。人的声音是最目前以我们的技术来说，对，是最难被模仿或者是模拟。你跟我说过，我们人对人的声音最敏感，最难被骗，所以就是说他们不会在人群这种声音上面动太多的手脚跟效果。好了，那现在是7-3嘛？我7-3，因为你小看我对声音的 sense。是的，没关系，我下一次的想更难的。我下次游戏，因为这个是其实这类的影片是小编比较想拍的，因为他就是一个认真的脸，他就是想要讲一些认真的事。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为什么你的脸这么黄红啊？我本来比较黑。好吧，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你要笑一个。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下礼拜见啦！有没有下礼拜？这礼拜见啦！支持杨大力购买，支持杨大力购买，拜拜。